张泰山这一包三垒方向，这个球形成一支安打，这球在界内，应该是有机会跑向二垒啊。绕过一垒之后呢，很轻松的上到二垒。这一支安打呢，也是统一狮队呢这场比赛呢所出现的团队的第三支安打。泰山塞了一个内角球，但泰山这个球员这上也收着手袋打，也打得蛮精彩的，而且最终这个球还没旋出界外。